清晰，踏入心动的丛林，月光照亮你眼睛，别再选择去逃避，本来感情就不公平，只能证明我对你很用心，期待着你的回应，我们约定去山顶看星星，踏入心动的丛林，月光照亮沙雅月，和你在一起的时候真的很开心，但是我和顾长老谈完后，我发现那只是短暂的感官享受而已，作为家族的希望，我必须隐居起来继续修仙，才能抓住真正的行凶兽人，为九尾狐一族和山海市清除祸害。父亲和胡长老会帮我渡过难关的，等我有足够的能量打开了天门，就可以送你回去你自己的世界。盛雅月，忘了我吧。他不是被绑架了吧？我不敢相信他会说出这样的话。我这就自己问他。今天是元节啊。我从小脑子里只有修仙，没好好看身边的风景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还好有他，我才能意识到过去的千百年有多空虚。你的意思是你们还没约完会他就突然消失，而且一句话都没说。嗯，那他既然都这样了，你就好好过你自己的生活呗。等思妍修炼成仙打开天门，我就回家把他忘掉。谢谢。我又不是因为你才收留雅月，你道谢做什么？小时候，只要我遇到不开心的事儿，母亲就会给我做银耳羹喝。母亲有个秘方，一定要把冰糖剁碎，再加一些白芝麻，这样做出来的粥更粘稠，更甜美。
喝一点，忘掉不开心的事儿，好好休息。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思妍为什么要抛下我？思妍没有去见胡长老，他只剩下一个日出的时间。我有内丹可以救他，颜渊恩，我求求你，快点带我去见思妍。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在画什么？是月亮啊。小朋友，你这灯笼哪来的？那边那个哥哥给我的，他做了好多，见人就送。姐姐，你赶紧过去，也许还能领到呢。谢谢啊。思妍，信，上次让你侥幸大声。这次我一定要打死你！我打我的女人，都做耳旁风吧！我只让你抓人，没让你伤人。不知道尚雅月去哪儿了，思妍家我也找过了。只有锁定思妍的位置，守株待兔了。走。雅月都失踪了，你还有心情躲在这里玩小孩子的游戏？你没看好他？他眼里都是你，我就算把他捆着又有什么用？父亲最近的行踪你知道吗？怀疑父亲？父亲今天跟我说话，说行凶的兽人是胡长老，还让小绿绑架了尚雅月。既然他修仙一直没有修成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我带你去找他。心灰意冷。
一直